上，在这个五颜六色的星球上，感受每一天的不一样。行走在宽阔宽阔马路上，遇到每一个伙伴，看着红绿灯一闪一闪，跟着城市的运转。车星球是一个神奇的星球，这里的居民都是各式各样的小车，还有星球车队帮助大家解决困难。小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汽车星球。大卡车巨大，嗨，星球车队，你们好呀。你们要去哪里呀？什么？你们要去看大卡车？什么大卡车啊？哦，小丽说，汽车星球最大的卡车巨大，最近回到小镇了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也一起跟着星球车队去看看这辆名叫巨大的卡车到底有多大吧。哇，好多小车都来看巨大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看，这就是汽车星球的集装箱大卡车巨大。金爸过来比一比，巨大比金爸大。卡叔过来比一比，巨大比卡叔大。福爷过来比一比，巨大比福爷大。集装箱卡车真的好大，嘻嘻，怪不得它叫做巨大。嗯，小乐呢？他去哪里了？小宝说，巨大，我们和你一起出小镇走一走吧。巨大说，我的车身太长，得先倒车才能驶出小镇广场。哦，倒车之前要先确定车周围的安全。巨大看看左后方，左后方没有小车，看看右后方，右后方没有小车。巨大开始倒车。哇，小乐居然在巨大后面。小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只是吓了一跳。巨大说，对不起小乐，我倒车的时候没有看到你。小宝说，这是因为小乐正好在视觉盲区。视觉盲区是指驾驶员坐在驾驶室内看不到的区域，包括车子的前方、后方和左右两侧。小宝提醒小朋友们，一定要记住，千万不能在靠近汽车的地方玩，因为驾驶员很可能看不到你，容易发生危险哦。小乐说，我懂了，我以后会避开视觉盲区，现在我们一起去走走吧。小朋友们请记住，日常生活中要离汽车远一点，避开视觉盲区哦。